怎么又后退开呀？你怎么开车是后退开？要关起来。怎么蹦的一声？现在怎么办？因为你要摸这里，你看这个都尖尖的，很危险的。可以摸吗？不行。爸爸拿铁锤给他打打打好了。这个尖尖的。可以用这个吗？那个不是铁锤，那个很尖呢。为什么那里会有很尖？因为这个盖房子的手术没有盖好。是哦。那很尖的话就会去刺到爸爸，这个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拿铁锹。你为什么开厕所？没有。那个铁锤，来，我拿。这个铁锤，这里有很多工具。爸爸是八部工程师吗？怎么有这么多的工具？有这个锵锵锵。这个。有这个锵锵锵。爸爸，这个才对。这个铁锤，这个是软的，这个不行。这个不是这一个。要硬的，要这一个，哇，雷神之锤很重哦。等你拿。这个打到脚会流血哦，你的脚就会扁掉了。